北门啊，不是，是东门。东门有咩好拍呢？话说头先我喺前面反方向咁行过嚟啊，见到好多精彩嘅嘢，见到好多人喺度拍嗰啲抖音啦、小红书嗰啲啦，好精彩。嗰啲小姐姐喺度跳舞嗰啲，又着得好清凉嘅。我而家试下行翻转头，睇下仲见唔见到嗰啲。如果唔系拍呢啲俾你睇，你话拍咩啊？你话拍嗰啲翻好食啊，好玩啊，先进咗好多屁啦。有錢去邊度都好吃好玩噶，講啲咁嘅嘢。好，即管你睇下先。好可愛哦，會俾人撻噶。喂，我見到有個就咁擺喺度，都冇人攞嘅紅人頭盔咯。唔係咩都有人偷嘅。温馨提示嗱，人哋一早響咯，提曬你噶。千箱萬户跟黨走，咪得你陣間翻嚟。呢啲擺去邊啊？月球一小步，太空人一大步，零彩神和蓝彩和有没有关系？但我发现他零彩神原来是做什么？彩耳。好了，遇到这两坛应该是最大坛的，前面看到应该是有两堆人的，一堆在移动着呵呵，我可不可以跟着移动？这叫什么趁虚？我想我拍不到给你看它里面拍什么，打晒灯这样的。靓仔靓女的我不知道，我看不到。回头看看这堆先。这么多人看必定是好东西。我呢在个人罅见到有个靓女在跳舞，但我不明白这个靓女跳舞特别多人拍的。因为沿路走过来都很多靓女在跳舞的。可能佢着得比較清涼，好似喎，哇有花賣啊！哇九個九一扎啫喎，九個九好平啊！東門嘅愛情好便宜啊！我成日見到呢個青蛙，其實有一次咧，我發現到佢除低個頭套嘅時候，我知道佢個樣係點。當然唔止一隻嘅，東門好多隻呢啲青蛙。有蜘蛛俠同埋唔知咩咯，蜘蛛俠同埋呢個係咩咧？擔住把遮，啊，蜘蛛俠孭住把劍嘅，點解？誒，我真係唔知咩嚟喎，蜘蛛俠同埋唔知咩咯，好出色，我都有啲造型。誒，佢對鞋都 OK 喎，我覺得都唔錯啊。佢把劍都 OK 啦。啊，後面嗰個女女係咩呢？單眼嗰個女女 ，show 埋先。哇，完全唔知係咩咯。其實我覺得咧，最得意係咩咧？東門，我都最得意呢只獅子。啊，睇下頭先沿路翻嚟見嗰個女士，咦，有人圍喎個女士。啊，唔係啊，佢坐咗喺度啊，因為佢頭先一個人喺度跳得好落力嘅。而家佢應該直播緊，我喺後面偷拍佢先。其實唔係偷拍啦，個個都咁拍噶啦。啊，睇先。直播啊！佢直播啊，原來係。哦。哦。哇！頭先佢就係好落力咁跳舞啊。啊！呢度又圍啲咩呢？好似好勁咁。我玩魔術係嘛？我唔 MJ 啊 ，Michael Jackson 啊。係，睇下。前次先啦 ，MJ。哦，哇！我想睇下佢啲設備啊。哇！一抽咁樣，一抽一二，兩部電話，三部電話，一 set 無線麥嗰啲啊 ，set 腳架。好，我又行開先。我感覺有人想打開我背囊。翻嚟大陸，梗係醒噶啦，係咪先？但我而家冇將背囊孭喺前面啊。我背囊里面都冇咩有俾佢塌嘅，哎這個又系好投入嘅，头先我见到。但系当然啦，佢跳啲咩我系唔知嘅，佢好投入咁样伸长啲自拍棍咧，系啊，嗱咁样，佢系好投入嘅。啊，呢边系一个，咦呢个头先都系跳舞喎。
都話好多嘢睇啊呢度。哦，唔係話佢好唔好睇啊，係好多嘢睇啊。呢個都應該開緊直播嘅。但係點解我睇嗰啲抖音小紅書啲人直播成日用嗰啲綠幕咧假嗰啲背景咧，後面個背景通常喺個咩演奏廳裏邊跟住喺前面打鼓咁樣。嗱，明明呢啲係會出街直播噶嘛。咁我喺個後面係咪會入鏡啊？他在賣東西啊？直播吧。哦，直播。我以為他在賣東西啊。應該不是，没有产品。哦。这个好高清的。啊？好高清。这个还可以，还可以。他们网上两个人对话那种，应该都是这种东西拍的吧？都可以，都可以，有这个麦吗？要好几千块钱吧？啊？要好几千吧？要。啊，我再去看看。好，继续行先。剛才我看到一男一女在那裡唱歌，在氣球叔叔又出現了。氣球叔叔在那裡做什麼呢？在地圖，我以為在看抖音小紅書。這邊做什麼呢？呢邊是訪問的，但不知道他做什麼。我其實一直在拍呢，沿途的人用投以奇怪的目光，人家拍東西是有他的目的的嘛，賣東西又好，直播又好，我真的不是，我真的拍人家拍東西。這個算不算是呢？這個自己拍抖音的。全民抖音小紅書，是不是？雖然我也有擺嘢上，但我講過我擺嘢上是，既然你偷我的嘢，我不爭再擺啫。翻得嚟一次看人拍咩咧，真係更加證實了我嗰個諗法，就係越拍或者越看你會越。瓜子二手車先試七天再，咦，隔離有隻貓。原本我不是拍的貓的，原本我是拍這個二手車隔離的這個。我覺得這個獅子很有趣。好了，下面就剛剛拍過了，又開始有人圍了。這邊我估都有幾多，有檔看相啦，有檔賣寵物啦，叫它做寵物啦，那不是什麼。倉鼠也有。咦，這邊是小販多咯，這邊沒有那些抖音戀。哦，冇啦，拍完啦。禮拜六日可能仲多啲呢啲藝術創作者係嘛？算啦，我去前面食嘢。西門町個 friend 啊，東門町啊，係咁啦。